咁呢個就係 I Hong Kong 啦，咁主要嘅性質咧就係在線雜誌啦，即係 online magazine 嘅。U Hong Kong 咧都係 online magazine，但係咧其實就係呢個咧就主要英文。另外 I Hong Kong 咧咁就係主要中文。不如我講咗 I Hong Kong 先啦。咁 I Hong Kong 咧講本地嘢，或者即係圍繞住譬如香港嘅文化。咁出發嘅，咁啊 target audience 都係屬於香港人啦，或者澳門人啊，或者喜歡香港嘅內陸人士啊，咁樣即係 around 應該係大概3000萬到啦。咁如果係話即係都睇廣東話嘅人士，咁就係語言主要係廣東話同中文啦。咁就 I Hong Kong，所以咧我選擇語言呢度你見到先係英文，但係其實佢係我係用中文嘅，但係可以參。翻譯到係另外啲語言，暫時就係會大概7種語言啦咁樣。咁呢個關於香我哋 I Hong Kong 嘅，咁裏面內容例如就係一有趣味嘅話題啦，但係一定唔，但係就唔係新聞嘅，就因為係 magazine 咁啊，必須有持久性啦，即係好可以 long lasting 同埋質素相對比新聞係高少少啦。咁同埋係例如係。譬如 I Hong Kong，我可能會講一啲健康知識啦、中醫知識啦、房地產啦，或者神秘學啦，即係呢啲題目都可以係無論你邊個時候去切入咧，都可以佢哋都要有產生一種趣味，同埋係 long lasting 啊，等呢個可以有，亦都有交通事故啊，或者駕駛技能啊，咁就係主要都係用像啦 video。咁有錄像啦，跟住加啲內容啦，加啲介紹啊，將來方便咧就係喺媒體嗰度去宣傳。譬如個文章裏面有啲就係話都會引申一啲就現在喺即係一啲比較出名啲嘅一啲人士啊，或者做訪問。咁好似胡惟聰咁呢一個，佢亦都好多曝光率嘅咁。由於我哋用咗佢個題目咧，用咗胡惟聰啊，咁做一啲文章嘅時候咧，咁我掃一啲胡惟聰嘅，都會掃到我哋網站相關嘅資料咁樣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唔錯咯，呢、這個做咁第時咧，名人專輯啦，訪問一啲，咁就以低成本為本啦，因為最開始我哋都係以一個低成本做咗一個平台，嗰、那個平台就係話係一個有 content 嘅平台，第時我 for promotion 用嘅，宣傳即係將來我哋嘅其他嘅 product 用嘅。咁裏邊其實你哋會發現好多都好似好亂咁樣啊，譬如裏邊有一啲出售嘅，係啊，而家暫時就係即係以呢、這個。即係現有啦，即係我哋，因為我本身都係做地產代理出身嘅，開始個平台嘅時候都係用地，以即係將來揾到生意啊。咁你第時可以就係話一啲好似廿八 house 咁樣啦，或者 house 廿八 house 咁樣啦，佢哋會即係有啲空間咧，俾啲人咧係自己會擺佢哋嘅 content 落嚟去。做佢哋嘅宣傳咁樣，咁我哋收翻費用咁，呢、這個亦都係即係我哋嘅計劃之內咯。咁最重要就係話，我哋現在就係話，搞好個平台同埋嗰個架構先咁樣。呢、這個係 I Hong Kong 啦，但係如果我哋要轉去 U Hong Kong 點咧？咁樣嚇，咁咪 U Hong Kong 啊呢度，咁咪 U Hong Kong 呢度係 U Hong Kong 啦。嗱，U Hong Kong 呢個角色又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因為佢主要就係話由即係。讓其他外地嘅人、非香港人去認識我哋本土香港嘅文化。咁但係佢哋個內容咧，就係會我開始嘅時候集合咗世界上即係世界上所有嘅 video，即係其實都喺網度揾到一啲，即係佢哋冇並非一啲需要有呢個版權，佢哋冇有版權嘅資訊咧。咁我哋再或者唔係 we 呢個 edit。咁啊，將佢咧成為我哋嘅即係內容。咁啊，個內容咧就以簡單嘅，例如唔會好多文字嘅，
主要 video 嘅，譬如睇到啲故事啦，睇到一啲画面啦。咁而家 YouTube 里面都好多啲嘅 video 咧，佢哋都系有啲动物啊、搞笑嘅片段啊，咁而嚟题材咯。咁好似我哋揿呢个分类咯，咁你呢个分类咧就系、是，咦？咁其实网上好多呢类嘅。自己有隻狗仔啊，拍咗之後咧就分享佢哋狗仔嘅經驗啊，好似嗱呢個呢條片啦，可以咁我做咗呢條片啦，我哋 remix 咗之後其實都好低成本，咁就亦都有我哋嘅內容啦變咗。當然，咁但係重點點解我會要揾啲簡單嘢咧？因為我哋諗下，全世界有70億人啦，咁我喜歡狗仔嘅，我大概預佢大概。即係十個人之中有一個，佢哋會或者養狗啦，或者係以狗即係動物個或者寵物嘅市場去發展嘅。咁如果70億，我都有7億嘅係其實一個好大嘅市場，而且我呢個語言嘅翻譯咧係直接嘅，咁啊可以準確率去到80%嘅啦，80%幾以上。因為我哋文字係少，相對在文字係少的話咧，其實係有着數嘅，點解啊？咁佢即係佢哋，我哋即係話我做一條片可以有103種語言，將可以做到103種。而家呢個暫時係咁少啦，但係如果可以的話咧，其實係可以做到103種語言。咁呢個咧就係着數嘅，就係話我做一條片就等同做咗103條片。而且就係咁低成本，咁將來有資源嘅時候，咁我哋自己再獨立創作啦。咁呢兩個平台係其實係有少少模仿MSN 呢邊嘅嚇。嗱，佢都一個 magazine 咁，但係佢哋啲相唔統一嘅，啊係有低質素添啊，做到即係低質素喺都係網度 remix 翻嚟嘅。remix 咗，跟住擺落去度。其實佢哋啲相都做到低質素咁樣。咁但我哋嘅 magazine 就唔同啦，好高質素，好靚嘅啲相可以係。咁就話你會睇到一個好似 in 班一個 out 班，即係例如嚇，好似 U Hong Kong 咯，就係外即係引外地啲人嚟嘅，外地人嚟。咁咧，但係。將來啲內容咧，我哋介紹 product 嘅時候咧，就會介紹翻我哋香港嘅 product， 因為成個我哋 Hong Kong 系列係乜嘢 ？Hong Kong 嘅系列嚇，就係無論將來咧，衣食住行都會用到我哋，即係會介紹我哋香港嘅特質嘅嘢，引人嚟全世界人嚟認識香港。咁其實就係話，全部都係以 Hong Kong 為一個。咁啊 ，I Hong Kong 啦 ，U Hong Kong 啦，嚇，嗱呢個係 U Hong Kong 咯，唔係好清楚，遲啲執得清楚啲。咁跟住有 E Hong Kong 啦 ，O Hong Kong 同埋 A Hong Kong。喂，有啲人話會唔會話有啲問題啊？今日冇個 G 字啊，其實唔呢個係品牌，本身係一個品牌，亦都唔係香港，即係香港 official， 即係一啲政府嘅機構。即係只係一個 label， 只係一個 label， 而係人哋讓人聯想到香港。咁即正如中文康香江歲月咁樣，其實你會知道係香港嘅故事啦。咁樣，咁其實就將來都係一個香港嘅品牌咧，打入全世界嘅一個渠道。嗱，呢度喺呢個亦都有介紹到啦，阿包 Hong Kong 呢一版。about hongkong.com 都有吓，咁啊，将来就会有系啦。头先都讲咗咯 ，e Hong Kong 就 e Hong Kong 就系主要就电子产业啦。就系、是、如果要 O Hong Kong 咧 ，O Hong Kong.com 就系咧就系、是、香港嘅食品啦。哦，即系好呢个系代表个口啦，食品啦，食物啦。咁啊，其实就系香港品牌啦。咁啊 ，A Hong Kong 就系香港。實體的產品啦，咁亦都有自家品牌將來嘅。咁呢兩個網站其實係一個就我鋪好一個渠道，就是、將來我哋公司
將來嗰個產品嗰個建立嘅時候咧，就將香港嘅特色嘅嘢啊，譬如蝦醬啊，譬如一啲嘅香港嘅雞蛋仔啊，咁我設計個雞蛋仔先生一啲故事出嚟，咁出埋一個跨媒體嘅出跨媒體出佢嘅故事先啦，或者嚇咁啊出咗條故事先，咁以香港嘅背景成為一個嘅即係個動畫人物啊，或者卡通人物，或者一個連環圖嘅人物先，即係個咁去讓人認識香港。咁我覺得呢個係囊括曬嘅啦，即係語言上啊，即係 inside out 啊，或者 outside in 啊，其實我已經包括曬喺我計劃裏面。咁啊，其實望落係幾複雜嘅，但係唔緊要嘅，就係我嗰個成個藍圖已經睇得好，即係寫得好清楚。咁將來慢慢就去一去剖析出嚟啦。咁我覺得即係可以小本去將香港嘅文化，其實香港係個金融中心咯。我覺得香港好多 product 都會喺香港上市，即係好多公司會將香港上市。其實即係介紹。我哋香港嘅 product 可以介紹埋中國文化、中國嘅 product， 等同係即係香港 product 咁啊推出去咧，要讓世界認識我哋啦。咁其實呢個係即係 IUIAUAEIOU 嘅 Hong Kong 嘅 dotcom 嘅系列咧，已經係做得好全面，可以係做得好遠同埋好耐，同埋係。低成本而高效益嘅，咁啊，咁今次呢個介紹咧就係到而家啦。如果有更詳細嘅問題，希望就話大家俾一啲信息我留言俾我，咁我可以逐一再解答。